来的人和我俩啊，我们出去耍高矮美女。我说耍，你看他不信任我，不信任你，看我提前回去给他一个惊喜。哎，小雨，哎，你看你昨天你不相信我，你看，嘿嘿，哪里走？我就三条鱼吗？三条，我第一找一找出两个。耶！啊，今天那个鱼是到年纪了头，我有办法在那挑。有些露水露的，哎，我弟的话一早考两个呀。可以可以。哦，七开单是随便你咋弄，三个鱼可能有六斤左右。可以，不错。对对对。也对。就是给你们展示一下宝宝自己，自己编的，自己模仿，就是学出来的以前没编过，人生中第一次编这个，然后第一次使用就看到鱼了。上次那个猫儿把那个基金拿了那条鱼给我就跑了。你看那把狗狗狗狗妈妈也啊，吃长龙啊，我们一起呀。我的嘴蛮有劲的，嘴不错了。抓一刀。哎，你这个，你这个。啊，真的。哦，你这个。手指头扛得起了哈，哎，差不多已经整两个回来了，干。哎，到底干了没有？我来生个来称称。这会有信心，哎，有信心了，赶紧铲了不？称一下嘛。给带桶子那个来我，哎，去去去，把那个带上。哎，两斤要少的。好多嘛？近七百两。近七百两。还是少一点。可以。还是几斤多？当然是没得，但是这来白水喂活，要好吃的。嗯。现在鱼也弄巴适了，我就搞得漂亮。该有这条香菜回去。那香菜再不吃就老了。哇，这一瓶，哇，都被炒了，当心。是啊，还要分辨一下。再不吃，有点老了。哇，这个上一次我看了，哇，这个可以。今天娃娃搞了三条鱼。对啊，他说你昨天在街上，你。我想吃鱼，娃娃说该到要花钱嘛。他说你不相信他，他说回来给你一个惊喜。这是家有种有哥哥的好处，走回来就讨一口。这是我爸爸还有我大伯在那一条，今天我们搞的咸鱼，对啊，我把它腌好了，好吧，他们调料都已经弄起来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家的泡沙城，然后专门买那个。喜欢姐姐泡一沙。我一百个大洋。姐姐泡一沙。我们家的本地沙，好吧。哎，户外打的哦。对。哎，我们家的蒜儿，闻到它香味了。嗯，是的。那个弯。闻到它的脆脆，轻小巧的脆。过来那个弯鱼。对啊，我把这个鱼头削了吧。哦，先下鱼，再加个鱼骨头。今天我们三条大鱼。你爸爸也一下看了两个。还有。看到这个蒜头的香味了。哎呀，还有个小鲤鱼，哎，鲤鱼，那鲤鱼可以快点一下嘛，快点。要柴火鱼弄起来了，一个家，哦。这条鱼可以今天看到鱼啥子心情？肯定好噻，有枕头噻。你说吃鱼好耍的还是看鱼好耍的？哪个安逸？看鱼好耍的，看鱼好耍。比吃鸡都安逸。特别是一早看了两个的时候。哦，当时抓起一条，爸爸说不慌，还有一条。嗨，这个是先抬高它的翅膀，然后我们蒸了青菜，青青菜。一下它我就摸。就是。那爷爷不忙，爷爷早上。刚才叫他们爷爷也说的，哎，那青菜没弄啊，吃光了。哇塞！哎，这弄鱼就是太高。二妹，你今天吃几碗饭？两碗饭。
还加面粉，面粉吗？面粉已经加了，因为汤都倒不。我估计还看到不，应该看到看到。不知道。吃鱼了，请你们吃鱼了。今天我们的鱼圆汤嘛，两大盆，然后就弄好了。我也要快点来吃哟、哦！喜欢吃小圆子做鱼的朋友，私底下帮留言哈。好，拜拜。